是刚刚列车长来了，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1年4月1号，然后瑞芳站9:14，排的是4022次哦。应该发车将沿线看竖凹型的车子，应绿色以下12米左右就摆行区间快车。915区间快车，4022次。在瑞芳站，瑞芳站行道。接我的915区间快车，车辆一边左移，右就摆行区间快车，在瑞芳站行道。4022次，车格弯，应该发车将沿线看竖凹型。开启车门，如果小面跟马扎门，多多点我们的电话片，六零八八。